谢谢你。唱催眠之前呢，我要来好好的感谢很多很多人，所以这一趴呢，希望你可以耐心的给我一点时间，然后我要把我的耳麦给摘下来，因为我想要听见你为他们的欢呼。首先我想要谢谢雨森工作室的每一个强大的姐姐们，我这一次的很多行销宣传活动全部都是靠他们照顾，然后他们真的非常的尽心，小新、Alico、新雅、黑姐、阿嬷、俊俊，给他们一个掌声。那他们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向外走到现在的。然后我要谢谢我重要的乐手伙伴们，我其实非常好想好好介绍他们。左边这是曹维 band leader， 贝斯大神，我在他认识会弹贝斯前我就认识他了。对，然后小潘也是我认识很久的好朋友，然后他一口答应来就是这场演唱会。张元，我们的可爱担当。灯凯。已经介绍，哎，对，介绍过了，你再我就介绍一下。张恩粉丝比我多哎，张恩是那个电吉他，对。然后我们都说这边是那个 Core Kid 区，这边是博爱座，这样我们的 band 是这样组成的。然后再来要非常的谢谢张俊导演，他是今天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影像，然后包括我前面的几支 MV 都是他拍的，大家有看到 MV 的吧？就是 MV 我觉得很棒，还有就是今天所有的就是影像的团队，然后执行的 DJ， 谢谢你们。对，非常谢谢摄影团队，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看的 live 记录，等下张导有很多粉丝，然后也谢谢今天的平面摄影师七七，谢谢提词小芳，谢谢柯志堂的香挺，他是我的好朋友之一，然后是这个世界很美好又特别的声音存在。嗯，然后也谢谢九云、易顺灯光导演组，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我从他的那个九云的粉丝书迷，然后邀请他来跟我一起完成这场演唱会担任导演。哦，谢谢音控左修，还有刚刚很漂亮的舞者是 Momo， 她是我表妹哦。音控是我亲弟哦，我们是家族企业。陶伟要说什么？对，然后还有我今天的妆法是一峰跟平平来支援我的，还有 Ivy 在后台等着我，还有 Legacy 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真的辛苦了。然后除了演唱会，其实这一路是我真的有太多贵人，我觉得我虽然谢不完，我还是尽力一下。首先是趋势教育基金会，他在推广艺文活动跟支持创作者上面都是非常用心。我跟他们有好多的合作，然后还有像是专辑的制作人，我的好老师，他今天有来，是文慧，他真的是我的心灵支柱，请特别给他一个掌声，非常爱他。然后还有韩立康、小贺硕，可惜他们今天在工作没办法来。然后还有一路以来就是跟我一起玩过音乐的大家，整个制作团队其实都很重要，但念完就是太久，所以大家如果有我的实体专辑就可以好好的欣赏他们的那个美丽的名字。然后还有设计师雨薇，他很好笑，他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就说啊，我要去领一个奖，然后我们就想说是要干嘛，他说他要出国，然后我们想说好没关系，我们就进度 delay， 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在电视上看到他原来领了个格莱美奖的。对，我的实体专辑就是雨薇设计的，所以很值得收藏，等一下外面门口有卖，请把它买走，谢谢。然后电台的 DJ 们，因为真的非常非常多，我怕漏掉，但是我要特别谢谢今天有来的 Emily、 丹尼哥、 Eva、 永兴老师、小树老师，然后还有我的就是所有的平面摄影团队，然后啊，最重要还有我的家人，我爸妈都有来，爸妈我爱你们，谢谢你们生下奇怪的我，忍受我到现在。最后谢谢所有分享这一切出去的朋友，然后还有买票你们来了真好，
我们都可以相聚，很棒，互相陪伴了，所以就是也给自己一个掌声吧。啊！最后，想要带一些纪念品回去的人，门口我们今天只有三样东西，一个就是新专辑《活得像自己的名字》，一个就是限定香皂，它有两种不同的口味，然后有一个就是我的上一张专辑已经要绝版了，剩几十张而已，喜欢大家等下就是可以入口处，那详细介绍你们就自己上 IG 看，我就不要再这样下去，不然很像那个购物台，然后但是呢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的专辑叫做《活得像自己的名字》，我在它的那个封面上面其实留了一个框框，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框框要干嘛，但其实我签名在右下角那个框框，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所以今天我带走它的，你们可以拍你们写下名字的样子，然后 tag 我，也让我知道今天到底有谁来了。好啦，那差不多要唱最后的歌了，下一首歌是什么？啊，哦，催眠啊，催眠。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漏，谢谢一个很重要的哦，谢谢滚石唱片，他们是我的代发公司，他们非常尽心的在帮我推广，整天帮我转发、转发、转发的。催眠了吗？催眠。